1956年秋天，在我国，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，东山务农业生产合作社遭受了一场严重的自然灾害。在这场灾害面前，使每个人都要受到一次严峻的考验。农业社，这点困难吓不住咱们。我听马志说的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马志说，肖长春不让走。马主任，你们背着大伙拿着国家的贷款去跑买卖，这会儿又要叫他卖种，你们走的这是邪道。长春说的对。对，韩主任，他一个民兵排长大话一说，两手一甩不管了，可是东山务这几百张嘴都得跟我这当家人要似的。不对，东山务还有几百双手，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指引的道走下去，就是天塌下来我们也顶得住。整党整社，长春哥当了支书，领着大伙一块干，今年的麦子能长这么好吗？我说，小乐说的对呀，多亏长春哥把大车拦住，才有这么好的大丰收，要不连麦种都没了。好热闹啊！长春哥回来了，哎，长春哥，长春哥，长春哥回来了，长春哥，干什么呢？看麦子呢？看麦子呢？看麦子呢？水库完工了，快了。那你怎么回来了？你猜呀、啊、甭猜，准是为了分配的事儿。分配还不现成，社章上都写着呢。翠青啊，初级社的时候社章上写着能跑买卖吗？没有啊。那为什么有人偏要那么干呢？嘿，你可真会批评人。三哥，过来歇会儿吧、哎、走。
来，快点，到这边坐下。坐下。来，来呀，沙春哥，你看这大麦穗，你猜有多少粒？你猜。72。嚯，你可真行啊！今年是高机社的头一年，又是一个大丰收。大伙是怎么想的？多卖余粮，支援国家建设呗。对呀。全村人都是这么想的吗？淑红啊，马会计把预分方案做出来了吗？哼，你去看看吧。嘿，真带劲儿。什么事儿啊，那么带劲儿？哎，别打岔。哎呦，长春回来了。马会计，预分方案做出来了没有？分户的账目统计的差不离了。马会计，我给你捎信来，有20多天了吧？对对。怎么没做出来呢？马主任说这些天农活多，我心思啊多干点活。这20多天你都出工了吗？都不。这么长的时间应该做出来吗？分配是一件大事儿，大家都很关心，咱们早点把预分方案公布出去，高级社的优越性看得就更清楚了。对对对，我保证尽快的搞出来。抓紧一点。哎，长春，回家啊？不，四爷。哟，长春呐，我估摸着你这两天呐，就该回来了。听到什么风了？等我忙活完了这个，再跟你细说。哎，这干什么？给咱们小牲口加点养料。下军了，一匹小马，一头小罗军。你不是说咱们要加一挂胶皮大车吗？到时候啊，他们俩正好是一套啊。你想的真远呐。长春，你道上走累了，快回家歇着去。不，我到百中大叔那去。哦，钟大叔，长春呐，哎呀，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儿啊！二局婶子呢？下地看麦子去。哦，怎么没回家啊？麦收工作都安排好了吧？哎，就差预分方案了。我挺纳闷，这会计总是拖着不做出来。哼，您看，这里有来头没有？来头。刚才听淑红说，从沟北边吹过来一股邪风。哎，我也听说了，说是今年丰收了，还得按照土地分红，要不着就退社。哼，你看这两件事儿有没有什么关联？有啊。百仲啊，老肖在这吗？在。哎呀，老肖，你回来太好了，要不我就上工地找你去了。出事了？嗨，群众给咱们出难题了，提出要土地分红。是沟北边那几户富裕中农吧？对，他们开这头，一队长马连福也跟着闹哄。我劝他说啊，等支书回来再定。等支书干什么？分配方案早就讨论过了。嗨，百仲啊，我是怕再犯错误啊。那您的意见呢？很简单，我反对。高级社怎么能土地分红呢？这些人呢，是存着心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呀。当然了，也有人呢是私心重，想多分几个麦子。老马，
明天咱们先开一个干部会。干部会？对，把马来福啊先整治整治。老马呀，干部会不是为了要整人呢，是让干部把心思摆出来，统一统一认识就行了。对对对，咱们再把群众团结起来，就什么风雨都不怕。对，马主任，你找我啊。连福，我说的那个事儿啊，待会儿开会你就别提了啊。那怎么能行呢？嗨，来来来来来，我知道你们一队富裕户多，不搞土地分红吧，人家就要退社。可是，哎，哦，就为这事儿，肖长春要开会整我是不是？不会吧？哼，你得了吧，马会计都告诉我了。连福啊，你就少惹事儿吧。我惹什么事儿？我这是为了咱们社。你一心为社，大伙都知道，可这好心不一定得好报啊。就说去年吧，这一整党整社，我还算了吧。那不行，我这又不是为了自个儿，我才不怕呢。快快，就得靠靠大伙。人家干部在这开会，咱们听那合适吗？怕什么？你没听马会计说，这土地分红可是大伙的事儿。哎，社长上说高级社不能土地分红啊。嗨，去年遭了灾，今年就得搞土地分红，要不是高级社有什么搞头？你这什么话？什么高级社怎么没有搞头呢？是连福，你看你的屁股坐哪边了？你说的什么？就你说的是些什么呀？你发这是干什么的？你说的不对吗？真不像话啊。肖长春，我知道你们这是想变着法的整我。哎，谁整你了？马弟，我告诉你，你整别人行啊，整我马连福没门。连福，哎，连福，有理讲理嘛，这怎么是整人呢？啊，还是那句话，今年丰收了就该土地分红。怎么对呀，当干部的就得替群众打算嘛。看看，这是群众的要求。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哎，马院长说了，今年丰收了就得按土地分卖的呢。嚯，这股风还真吹起来了。走，进去看看。走，走，进去。走吧，都进去。哎，今儿是干部会，都来干什么啊？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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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行不行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过来过来，大伙儿别走。干部会呀，大家都关心分配的事儿，一块论透亮了，不是更好吗？你好，都请到屋里来。等等等等，大伙儿接着坐。连福，你接着说吧，说就说。今年丰收了就该按土地分红，这是坚决性的。高级事怎么能土地分红？甭管他高级低级，都是为了过好日子。是天福哥，你这是要往后退啊？还能土地分红？这都什么年月了？是啊，要不是高级社，今年的麦子能这么好吗？对呀，全靠高级社才看出去年那场灾，要在旧社会又得卖儿卖女讨锅要饭。大爷，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，我们一队的中等多，你要是不搞土地分红，人家可就要退社呀。我这是为了咱们社呀。我看你是诚心拆咱农业社的台。你少扣大帽子，
我不吃你这一套。今天一队的中农来的不算少了，都说一说。东方大叔，您先说。队长，农业社是咱们的命根子，我可不退社。我说万万绕，你也说说。我还是先听听大伙的再说吧。等王大叔，去年你分了270斤麦子吧？对呀，今年就是按劳力分配麦子吗？我早算过了，我们家2.5个劳力，眼下出了340个工，少说啊也分300斤呢。我估摸着你400斤也打不住啊。钱红，你也算一算账。他呀，净想给那些少干活又想多分麦子的人打算盘呢。严福哥，你别总抱着老黄历了，眼下是高级社。高级社，高级尺，高级账。高级社就是要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，让全体社员共同富裕。那，哎呀，这地多的人太吃亏了啊！想吃地多，就是会，他们东山务属地主马小辫的地多，他是靠着土地来剥削咱们，土地分红带有剥削的性质，就得改造他。你别压人，告诉你。有的干部让你压得都不敢说话了。来来来来，连峰啊，有理不在身高，你喊什么？我没理了吧？那没地能长出麦子来吗？那麦子是地里自己长出来的，还是社员用汗水浇出来的？啊？这土地分红，我也捞不着什么好处。我这是替群众说话的。哪些群众？你点出名来。对呀、啊，你说有谁、啊？你点吗？点呢？都有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你点呢？说清楚。说呀。你要点不出名来，就是你一个人存心要搞垮咱们农业社。你们为什么不说话？哎，人背后，你们浑身上下都是嘴，东征阁的了，你们的舌头让狗咬去了。我不管这些事了。人要往前走就得往前看，要是硬拧着脖子往后瞅，不光走不正，还得掉到沟里去。闹土地分红就是往后退。连福啊，你别想邪道啊，当干部的就得领着大伙走正道。你像个干部吗？我当不了这干部，我不干了。哎哎，队长，队长，同志们，今天这个事儿绝不是多分几颗麦子的小事儿了。咱们这些扛长活的当家做主人了，有的人就不甘心。咱们成立了高级社，有的人就不自在，总想拉着咱们走回头路。农业集体化是毛主席给咱们指出的社会主义大道，咱们走定了。谁要想拉着咱们走回头路，办不到。队长啊，这土地分红就算完了。去去，连福，连福啊，你可不能一见硬的就往回缩呀。你得了吧。咱俩聊聊，没功夫，没空。干什么？那边去。
蝙蝠，你知道我要和你说什么吗？我不该替群众说话。哪些群众？你为什么要闹土地分红？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呢？那是你的心里话吗？你呀，是让人家当枪使了。反正队长我是不干了，这不是干不干的事儿。你忘本了。蝙蝠哥，你还记得吧？旧社会的时候，咱两家没有地，咱们俩没有吃过一顿饱饭，还得每日每夜的给地主马小辫家干活。天的夜里，咱们两个人一块儿给地主马小辫家推年谷子面，我饿得实在挺不住。听话，把它吃了。蝙蝠哥，给串儿，你吃吧，你吃吧。别说了，好小子，你躲在这儿。四爷，爸爸，长春，连坤，你先回去。哎，你给我站住！长春，你放开我，我得揍扁了这个忘了本的东西。四爷，你先听我说，你。这一步我也有责任。什么？我和连福都是在苦水里泡大的，我对他帮助不够。不，都是我没把他管教好。四爷，土地分红对连福有什么好处？他为什么出来放炮呢？连福哥今天说的那些话是他的心里话吗？四爷，
您帮我估摸一下，这个祸根儿到底在哪儿呢？当民兵，这么晚了，你还上哪儿去啊？找王书记去。老王，老王啊，这一头小罗驹一头小马驹，对吧？老王，哎，大伯，这阵到哪个社蹲点去了？把我们给忘了吧？到什么时候也忘不了您呢？身子骨结实吧？结实。老王啊，你把这么重的担子放在长春肩上，完全撒手可不行啊。没问题啊，人家不是干得蛮好吗？你可有点官僚了。呵呵，您这帽子可真不小啊。哎，靠一个人不行啊，对，得靠群众给咱们撑腰啊。老王，哎，放下吧，啊，来来来，哎，老王同志来了。淑红，上我家坐会儿。正好，你也过来吧。嗯，淑红，你先帮着把这袋水送去。好。是给老烈鼠家挑的吧？王伯伯。哎，小石头。王伯伯。你不是给我个小手签吗？呵，好记性，来，给。爷爷，我弄当民兵了。慢点跑，这孩子真乖呀。孩子他妈活着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疼他，现在几天不见就想，你说怪不怪？我这个人做工作总是不全面，对你的家庭生活关心的太不够了，大伯替你着急了吧？姐夫，什么事啊？姐夫，乡里来人了。是李乡长吗？不是，王国忠。没想到这斗争可真复杂。越复杂越不能急呀、啊、要是乱打一锅粥，非上当不可。姑姑，姑姑，王伯伯给我小手签。好。哎，不是叫姐姐吗？怎么要叫姑姑了？还我叫的。去去吧，到爷爷那儿去。老王，哎，听说你来了啊，坐那儿。哎，老王，哟，老王啊，什么时候到的？得住几天吧？不行啊，今天晚上县里还有个紧急会议。哦，哎呀，老肖这狭窄些，到我那儿去吧，上午吃饭也方便。不用费心了，正好你们党团支部书记两个副主任都在这儿，咱把社里的工作情况摆一摆，凑凑解决的办法、哦、啊。给王伯伯做什么好吃的？熬点大米粥吧。过年剩的那点大米是全媳妇生孩子的时候你不是让我给送去了？老王又不是外人，赶上什么就吃什么吧。你们说说眼下东山雾的问题，哪一个问题最打紧呢？照我说呀、啊、眼下最打紧的问题是有人闹土地分红，一队长马连福也跟着闹哄，在会上把支书还给骂了，气得我一夜都没合眼呢。马主任，那为什么您在会上不批评他呢？嗨，那不是火上浇油啊。哎，老肖不是也主张多听听吗？你们说说这个土地分红到底是个什么问题？有些人呢、啊、就是私心重，一见麦子丰收这就红眼了。丰收总是我们的希望，也是我们进行斗争的有利条件。看样子是要来一场暴风雨呀。实际上这场暴风雨已经来了，从全国看斗争是很激烈。我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，
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，拔了私有制的根子，资本主义没有站脚的地方。可是这些人还在，他们是不甘心失败的。当前我们党提出整风，大鸣大放，走群众路线，这是一件大好事。可是有些坏蛋从鹰珠里爬出来，攻击我们把什么事情都办坏了，目的就是要赶我们下台，让地主资产阶级来领导。他们这是妄想变天呢，天塌不下来。对，去年你们村遭了这么大灾，粮食一定很紧张吧？贫下中农的粮食是不大富裕啊，阶级敌人一定会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，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啊。您放心吧，社会主义的根子扎在咱们的心里了，谁想要拔掉它那是做梦。你小子还做梦呢，头年人家把你这个书记给撤了，眼下人家又是书记又是主任，你呢，主任还是个副的。哎呀，你就别唠叨了。哦，你还不服输啊？哼，土地分红你也没闹成吧？哼，这首戏还没唱完呢。这次汪国忠来是想稳住我马之月。姐夫怎么样，见到范占山没有？见到了。范占山让我明天天不亮把粮食运到河边岔道上去。哦，你赶快告诉王文绕，把家里的余粮都卖出去。嗯，就说萧长春他们要翻粮食。哎，哼，折腾点粮食有什么用？嗨，你懂什么？去年遭了灾，有的户粮食不多了，只要王文绕带头喊没吃的，缺粮户就得跟着闹，只要一闹起来，土地分红的事儿就吹不了了。啊，这就要萧长春好瞧的了。嗯，这回不怕翻了吧？你再嚷嚷没吃的，土地分红的事儿保准能成。哎，我走了。长春，我是错了。你呀，哎，没想到我这屁股坐到富裕中东那边去了。是啊，哎，要想巩固咱们的高级社，就得坚决依靠贫下中农，团结中农，可不能倒着来呀。对，长春哥，马队长在这儿，快看看去吧，沟北边又嚷嚷开了，说你们干部要挨家翻粮食。什么？我看看去。哎，别急，连福，你们俩先到河边去找舒红和克里。什么事儿啊？到那舒红告诉你。爸爸，啊，咱家里还有多少小米？不多了，给我吧。干什么用？喂社里的小牲口。啊，给你。长春呐，把你们家的这口袋小米拿回去，咱们这儿的饲料够了，给你。嗨，四爷，小牲口正长个了，得给他们吃点小灶，把架子撑起来，好给咱们农业社出力呀、啊。真够你操劳的了。四爷，又听到什么风了？听着了，说你们干部啊要翻粮食。造谣呢？哎，长春，连福找你认错了吧？他呀是让人家当枪使的。四爷，您看这股邪风是从哪儿吹出来的？长春，咱们爷儿俩是过心的人，我得给你提个醒，你得防着马主任一点啊。他这个人是干了坏事比做了好事装得还体面呢，这么多年了也没有把他琢磨透啊。听说两面政权，他当村长的时候
做过一些好事，凭这后来入了党。可是日本鬼子在咱们乡里安炮楼的时候，他跟一个叫范占山的人混得可熟了，进出炮楼就跟汤平地一样。到现在他跟这个范占山还有挂连呢。范占山就是在城里开小铺的吧？对，他们去年搞投机倒把，就是在范占山家的小铺落脚了。小石头啊，石头，干什么来了？你猜。逮蝈蝈来了。不是。抓小鸟来了。更不是。死爷猜不着了。挖野菜来了。挖野菜干什么？我爸不让说。哦。长春呢，一大早就出去了。老四，你把小米给我扛回去。做什么饭吃？麦子没下来，吃粗粮呗。你还瞒着我呀？你们吃的是野菜。我们这也是吃个新鲜。老四，来坐会儿。长春这孩子真是把戏全掏给咱们农业社了。老大，长春他是咱们贫下中农的主心骨，打蒋匪帮的时候他还受过伤，你们吃这个我心疼啊。四爷，你不该瞒着我，把粮食拿去喂社里的小牲口，你们自个儿吃野菜。四爷，您老人家这么大的年纪，为了咱们农业社，没日没夜的操劳。老猎手赵大娘，身子骨不好，还边筐边篓，一心为了咱们农业社。看看去年遭了那么大的灾，咱们贫下中农哪有一个叫苦的。为了咱们的社会主义，别说是吃几顿野菜，就是再苦一点，我心里也是甜的呀。长春，对呀。老大啊，我不走了，咱们一块吃。好。爸爸姑姑找你呢。四爷，我有点急事。哎，长春哥，我们把马立本粮食车劫回来了。连福呢？他们推车走大道的。谁的粮食？是弯弯绕的。你跑，告诉你不行。你给我站住。你要吃馒头，哪来的麦子？哎呀，佟丽呀，哎呀，算了，气头的还不小的。韩主任呐，
断对了。红队大叔啊，你们家要是断对了，那全村人就得扎脖子。反正我是揭不开锅了。你们干部们可得给我想办法。马同立，农业社哪点对不住你？虽说去年遭了灾，全村人分了足够的粮食，为什么人家够吃的，就你们家不够？就是嘛，别这了，加上你的老底子，你能是缺粮户？哎，老底子在哪儿撇着呢？嚯，去年偷着晒麦子的是不是你啊？对啊，是不是你啊？是不是你啊？那都五了还不晒、啊？那麦子除了以前，死乞白赖到乡政府里要救济粮的是不是你啊？对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你？就是他，就是他。哎，这话这么说吧，我家工分少，要是按劳力分麦子，我家不够吃啊。哦，你还惦记着土地分红啊？呀，不忙活自留这小片光。谁让你老？我说佟丽啊，你这么闹腾，这可是给咱们农业社抹黑呀、啊。哈哈，我说大肖大伯呀，要是一清早就有人往我家里扛粮食，哎，我也会说这种轻巧话。马佟丽，老四，你胡说些什么？走，走。哎，老四，你，老四，你把锅盖给我揭开。老四，老四，老大，你让他看看。老四，野菜。佟丽啊，你看看，过来，长春他一心为了咱们社，把家里省下来的粮食都拿去喂咱们社里的小牲口。佟丽呀，你把这事都想到什么地方去了？村替我闹病，咱长村天天帮我去做饭，每回都从家里给我带白面。佟丽大叔，看看人家，想想你自己，你就不愧的哄。你愧不愧啊？我愧，我愧。哎，他怎么走了？哎，就怎么走了呢？你家里有粮食还跑出来闹，你这不是故意捣乱吗？我可不是故意捣乱。哎，这是你家有没有粮食？你到底有没有？对，你到底有没有啊？到底有没有？大伙说的对。往后啊，我再不闹了。谁说话？你到底有没有？你们家到底有没有余粮吧？你说说，说说。我可真没有余粮。那你出来闹！王文绕，我说王文绕，王文绕，我算把你给看透了。你满街嚷嚷没吃的，背地里你私卖粮食，你可真干得出来？那粮食是你的吧？你看看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么多粮食啊？这不是王文绕家吗？马佟丽大叔，粮食多并不犯法，党有政策。提上社员储粮备荒，你私卖粮食，这可犯法呀！长春呐、啊，我听说哟，佟丽大叔，往后可不能这么干。你先把粮食推回去吧。推回去？这粮食不归公啊！谁说归公了？不翻粮食？嗨，这是坏人造的谣言，大伙可别上当。这块石头可算落了地了。长春呐、啊。我把粮食献出一点来，赎赎我的罪。这用不着，佟丽大叔，我，哎，天不早了，下地干活去吧。哎，走，干活去吧，回家干活去，走吧。佟丽叔，你要献粮的事儿，倒让我想起土改的时候。有一天的半夜。您拿着地契去找百仲叔，非要把地契交给贫农团不可。百仲叔说，土改是为了斗争地主，消灭封建，对中农是讲团结的。您都感动得哭了。发土地证的时候，您发誓要子子孙孙跟着共产党走。佟秘书，您想一想，这才几年呢，
和党指的道可越走越远了。您看看这茂大叔，他也是个中农，他就关心集体，您可要向他好好的学习。长春，我好糊涂啊。合作化，这是毛主席给咱们指出的光明大道，往后您可不能再跟着坏人往邪道上跑了。长春呐、啊，我怕什么，人家长春说得多明白，你快说了吧。佟丽说，有党有贫下中农支持你，您谁也甭怕。长春呐、啊，我都跟你说了吧。你胡说什么，真的要变天了。你想找死啊？我儿子从城里来信了啊，共产党提出要给他们自己整风，这可是搅浑水的好机会了。哎，好啊好啊。对，立本啊，明天你去找肖长春检讨，要像真的一样。这可就看你的本事了，把预算方案再拖的几天，咱们就好办了。马立本他领头倒卖粮食，是有意想把土地分红这股风再煽起来。嗯，范占山是怎么交代的？老王同志说范占山很不老实，只承认这次倒卖粮食是和马立本接的头。把范占山抓起来，他们会不会缩回去？不会的，老王的信上不是说了吗？因为他们总是错误的估计形势，所以要做最后的挣扎。咱们要抓紧整顿组织，应该找一个合适的人把马立本的会计换下来。嗯，咱们这次执委会就先把这个事儿定下来。对，你看谁合适啊？韩小乐怎么样？我同意了。我同意。但是他不许闹。小乐这孩子什么都好，就是太嫩点。哎，小苗炸出土还有不嫩的。长明哥，马小辫到马主任家去了。小乐，你看清楚了。马主任，快呀。好啊，小乐。支部准备交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。真就完成。领导上决定把马立本的会计撤了。太好了，会计工作让你干。啊，小乐，你可不能推三挡四的，咱们团员可得敢挑重担呢。淑红姐，你看办突击社的时候我干了一个月的会计，马主任说我不行，就给我扒拉下来了。我再拿起来能行吗？怎么不行？有党有群众支持，你怕什么？淑红姐，小乐，党支部决定在麦收前一定要公布预分方案，把土地分红这个道给堵死。你想想，这可是和资本主义思想斗争啊。淑红姐，党叫我干我就干，你可得帮助我呀。行，社员代表会议通过你就接过来。好。我这算账的啊，别乱摸。怎么捣乱呢？我要是弄错了你负责啊。别摔坏了，错了全得你负责。你这啊，不是你待的地方。这儿
正是我待的地方。韩村长，你这不是诚心捣乱吗？马立白，你吵什么？你坐下。马立白，你听着，从今天起停止你的会计工作。撤我？马主任知道吗？这是社委会的决定，社员代表大会通过的。什么理由？你和皮下中农不是一个心眼，大伙信不过你。交吧。交给谁？我。你。对。交吧。给你，全拿去吧。就这么交吗？你们说怎么交？必须按照农业社的会计条例，一笔一笔的交代清楚，差一笔也不行。小长春这一手真厉害。是你姐夫回来了。嘿，哟，瞧你乐的得起折子了啊！快把立本找来，他在这等了你半夜了。哦，姐夫，立本啊，时候到了。见到李乡长了？见到了，乡党委的人都到县里开会去了，就他主事儿呢。他不摸底儿啊，我把肖长春呐、狠狠地告了一状。好，看样子再熬几天，城里那波风就到乡下了，咱们就趁这个机会把水搅浑，把火引到姓肖的身上，叫大伙冲他提，跟他干，弄得他威信扫地。对，到时候啊还得按咱们的道走。周大，就是哎，老朱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哥大，你们家在那儿？小乐，喂，你看看我在哪儿啊？瞧你，乐糊涂了，您不是在这站着吗？德旺大叔，您是465，多少？465，真的？嗨，要不您说个数，剩下的全是我们的。对，姐夫，姐夫，干什么？人家公布一份方案了啊！不行，我还没同意呢。哎，你们看，肖大伯替长春哥牵制起来了啊！我说的是实情啊。再说，没有党和国家给他们撑腰，哪有这么好的收成？这是我爸爸说的。还是长春说的对啊，咱不能光顾吃烙饼，得把眼光放远点，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，这可是坚决事儿。哥，今天是大丰收，就得土地分红，这是坚决性的啊！好，你等着，你等着，连福，连福啊！哎，我给你把牲口牵来了，哎，干活去了。哎，好，干活了。今天这麦，今天呢，今天小乐把一分发打点工分。哎，土地啊，我这要找你呢。马主任呐、见好就收吧，我要不是跟着你们闹哄也少得不了啊。嗨，你可真是个软棉花捏的，就这么一张红纸就压着苏脖子了。一张红纸？你说的倒轻巧，那是好几百斤麦子。哎，没了。哼，没了，别那么近视眼。姐夫，姐夫，我还有点事儿。都是他妈软棉花捏的，滚！谁提的？我。先把它接下来。为什么？这个方案破坏了党的政策，侵犯了中农的利益。哪户种都少给了？交这贸易少给了吗？
马连生那少给了吗？马头里家就少。对，就他这一户，因为他出工少，就得少分，就是按劳分配。你是个什么干部啊？啊？东山农业社的会计。嚯、哦，官不小啊！马主任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根本不同意这个决定。你们都和肖长春一个鼻孔出气，我可警告你们，上级很快就会来处理的。小乐，给我接下来。好啊，你们眼睛里还有领导没有？我这个副主任还没撤呢，谁叫天然？我。你们为什么这个时候公布一份方案？这是市委会的决定，我没同意。全体社员通过的。好啊，我早看透了，在东山屋算是搞不出是非了。走，咱们到乡里去。马主任，马主任，少数服从多数，这是党的组织原则。肖长春，你们搞的这一套完全是压制民主，压制群众。告诉你，将来啊，还说不定什么局面呢。你这像个党员说的话吗？别吓唬人，现在是大明大放。大明大放是为了帮助党整风，你站到什么立场上去了？你说我站在什么立场？我没有给你白的。党内马上开会。开什么会？批评你的会。我不参加。你只要不宣布退出共产党，这个会就得参加。长春同志，你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。李乡长，老马也来谈过你们东山屋的情况，他对你也有不少意见。我看你们之间大不了是个团结问题。李乡长，马志月这个同志确实有不少毛病，要帮助他，可不要把同志间的问题扯到两条道路斗争上去。不，这确实是两条道路的斗争。哎，所谓两条道路的斗争，指的是阶级对立的矛盾，现在哪还有那么多的阶级斗争啊？李乡长，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，这是毛主席说的。毛主席指的是全国说的，你们两个都是党员，还谈得上什么阶级斗争呢？李乡长，我们东山坞最近连续发生了几件事儿，闹土地分红，倒卖粮食，据调查和马正业都有关联，他是变着法的想要搞垮农业社。您看，这不明明是阶级斗争，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吗？长春呐、啊，我得给你泼点冷水了。马振岳总还是个有经验的同志嘛，不要这也不是那也不是，搞得关系不正常。李乡长，应该坦白的讲，我很难同意您的意见。为什么？我们和马振岳走的不是一条道，我和他绝不是什么关系问题。这太过分了吧。长春，眼下是大明大放，人家提意见不管是对是错，都是为了帮助我们改正错误嘛，可千万不要成了运动的绊脚石啊。李乡长，我们是上下级，可从党内来说，我们都是同志。我得给您提个意见，老王说得好，眼下不管城里还是乡下，都在斗争的火头上，有的人借着我们党整风的机会，提
提出要解散农业社，要共产党下台，还要杀共产党人的头，这是多尖锐的斗争啊！李乡长，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拿出生命来保卫党啊！还有，我觉着您对东山武的看法从根子上错了。我建议您到东山武住下来，等把情况摸清楚了再下结论。李乡长，我还是希望您能够把这份材料报到县里去。嗯，好吧，我走了。哎，等等，灿春，不管怎么样，回去以后要抓好生产，把我的雨衣带上。嗯，真没想到李乡长怎么帮着他们说话呢？这斗争更复杂了。是啊，李乡长不了解咱们这儿的情况。白东大叔，眼看就要收麦子了，还会有人出来捣乱的。老王说得好啊，丰收是咱们进行斗争的有利条件，咱们一定要保住这场麦收。天一放晴就开镰割麦子。对，张廖同志啊，今天后半晌可能有暴雨，哦，要做好准备。好好，休息喽。都来喝水吧，棉花，喝水。哎，休息了。妈妈买镰刀给我。哎，这不行，三石头，等长大了我发给你镰刀啊。你要干什么？这木桩挺碍事的。你眼睛瞎了？这是开水区定的一溜记号。你想破坏怎么的？你给我老实点。哎，嗨，等将来把水区修成了，这儿都改成稻田，你就等着吃大米吧。嗨，真好。等将来干什么？长春说等水库工地上人一回来就动工啊。哎，真快。马小辫在那祖坟地不是正挡着开区的道吗？那好办，让他挪个地方。哎，他要是不挪，那可就得洗凉水澡喽。要掘我家的祖坟呢。
得赶紧把地里的麦子运回来呀、啊！哎呀，乡里怎么送天气预报呢？是啊，我看光靠车运不行，得发动全村的人力。好，我去找人家。哎，拿车，拿车，拿车！哎，就是先去买也来不及了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来鱼了，快扇呐，快扇！小心了。谁让你干这种蠢事儿？我恨呐、啊！他姓肖的要掘我马家的祖坟，我跟他拼了！别喊了！你想杀他？姓肖的后脑勺都长着眼睛，不等你到他跟前儿，就得先让他给收拾了。咱们要的不是一条人命，是东山屋的天下。还天下呢？人家的预分方案都公布了，麦子也上了场，等白面一吃到人们嘴里，大伙儿就更拥护他了。嗯，咱们得想个法让麦子全他妈烂在垛里。别说梦话了，今儿给你把天气预报扣了，也没难住人家。哎，有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他挖了你的祖坟，你就不能让他断子绝孙、啊、只要孩子一没，人心一乱，谁还有心思去打城？用不了一头绳，麦子就得烂在垛里，看他们拿什么搞社会主义。嗯，石头干什么呢？捡麦穗呢。捡麦穗给谁呀、啊、你猜。给德旺婶。不对。嗯，给马四爷。不对。哦，给爷爷。更不对。猜不着了。给咱们社。好孩子，从小就爱农业社，长大了一定是个好社员。我长大当兵兵。好，快捡麦穗去吧，快点回去，免得爷爷找你。哎，糟了，捂红眼了，得赶紧晒，要不就完了。眼看一个好收成用完了。哎，是啊。哎呀，烫手了。长春，哎，你那垛怎么样啊？长春哥，这垛也热了。长春哥，这都弄雨呢。哎呀，这成本还没着呢，看不到怎么卖的。这麦子再也不能耽误了，大家先去吃饭，回来马上拆垛。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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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石头，吃饭了。甭招呼了，捡麦穗呢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啊。小石头，你爷爷在东山坡上逮鸟呢，让你去呢。是吗？是啊，东山坡上小鸟可多了，
快去吧。你了，嗨，老嫂子，应该的嘛。小石头到你这来了吗？没有啊。哦，老大。哎，听说麦子漏雨了。可不，再不晒呀、啊，就无了。大伙正忙活着拆垛呢。哦，那就好。大伙快点，多拿点叉子，进堂咱们先拆垛啊。哎，快走。再不拆垛，麦子就捂了。就是。水清啊，哎，看见小石头了没有？没有啊。肖大伯，他肚子饿就回来了，你甭找啊。老大，哎，小石头没了？可不，一早上了还没回来。哎呀，那得找找，这沟沟坎坎的，可别大意啊。哎，长春哥，说。长春在思想所磨扎刀呢。哎，说王姐，出什么事了？我和肖大白去找小石头，从早上找到现在，就是找不到。嗯，真急死人了。怎么回事？出什么事了？不好了，小石头发生丢了。啊？是吗？长春哥。孩子他姥姥家姑姑家都没有，临回来上小学校看了看还是没有，这怎么办呢？别急，再找找看。哎，小石头，小石头，小石头，林福哥，啊，小石头丢了，怎么办呢？队长，队长，找找啊！林福，你张罗张罗，快领大伙去吧。哎呀，那这麦子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就是、这可是人命关天呐，找孩子要紧呐，人多找得快，耽误不了打麦子。走去吧，啊，走。人呢？找孩子去了。谁让去的？马主任。谁？马主任说找孩子要紧，等找到孩子再打麦子。
汗水浇出来的，咱们不能眼看着麦子都烂在垛里，都到场上去拆垛摊场打麦子。怎么回事啊？干嘛不找孩子了？就是的，不找小石头了。长征哥，长征哥，找到了，没找到？找到了没有？哎，找没找到啊？哎呀，看样子没找到啊。没找到。长春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看没找着。支书一心想的是大家，大家也都为支书着想啊。是啊，得找孩子。就是啊，同志们，孩子会找到的，这会儿得先打麦子。同志们，我的意思大家很快就会明白的，咱们要抓紧时间，都到场上去拆垛打麦子。走。好，长春，肖大白回来了。长春，在东山坡上，哎，有路必有人，还不快找去，快呀。对，找去，赶紧找孩子。对，柯林、小乐，你们到那边去，站住、啊、走走，站住，谁也不能去。长春，你为什么不让找孩子？爸爸，你为什么不让找孩子？爸爸，您先别急，孩子会找到的，我们已经派人去了。您要想一想，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生这样的怪事呢？对呀，小石头真的要没了，一定是接近敌人搞的阴谋啊。长春啊，我可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下，我可是受不住了。爸爸，您会受得住的。爸爸，我问你一件事儿，蒋匪军进攻解放区的时候，为了保卫胜利果实，很多人参了军，您就我这么一个儿子，可是我跟您说我要参军，您马上答应了，亲自把我送到前线。那会儿您想没想，要是我在战场上牺牲了，您受得住受不住啊？那会儿是敌人逼到跟前了，这会儿敌人也逼到咱们的跟前了。敌人的阴谋就是要拖住咱们大肠，让麦子全烂掉，搞垮咱们的农业社。眼下大麦子就是保卫农业社，爸爸，您挺起腰板来，让那些坏蛋们看一看，搞社会主义的人都是硬骨头。长春，长春，爸爸听你的，爸爸。
是谁干的呢？支书一心想的是大家，大家也得为支书着想啊，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。哎，有未必有人，还不快找去，一定和他有关系。看你来了，长春哥，老烈士赵大娘看你来了，春儿。老嫂子，老大呀，可要注意身子骨啊！哎，革命阶段也存在着你死我活的斗争，阶级敌人下毒手是想动摇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，办不到。
咱们一定要把这个根子挖出来。老王啊，土地大叔，今儿一大早我进城给社里办事儿，正好路过东山坡，我全看清楚了，多亏供销社的大汽车把我们给拉到县医院来，要不啊还不定怎么样。土地大叔，你先歇一会儿，我马上处理这个问题啊。哎，喂，我是李西丹呐，啊，老王啊，啊，什么？根据群众的检举和范占山的交代，马之月有严重问题。对，对，老李呀，你对当前阶级斗争形势的看法是错误的。对，你对东山坞问题的看法也是错误的。啊？老王，你放心吧，我接受你的批评，等你回来我向乡党委做检查。好，好，我马上就去。李乡长，哎呀，你可来了，我正要到乡里找你去呢。什么事儿？嗨，别提了，东山坞让萧长春搞的乱透了，这群众的意见都在这儿呢，你快看看吧。长春呢？在长院呢。长春呢？李乡长，请你呢。李乡长，找来了。长春同志，我，李乡长，李乡长，大中同志，去吧。哎，马志月，你把这个念一遍。李乡长。我，你的问题上级很快就要来处理。老王，长春。我们真想您呢，县委派我来看望您来了。老王，大伯，你看谁来了？小石头，佟丽大叔也回来了。小石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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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石头。小石头，小石头，姑姑，长春呐，这回可真把我教育到家了。佟丽大叔，走。你看，这是谁？这是他。我坦白。好啊，你个狗地主，你可真狠呐！害小石头是他出的主意。同志们，马志月是个混进党里的历史反革命分子。抗日战争的时候，他就勾结日本密探范占山，杀害过我们的游击队员。解放后，他隐瞒罪恶历史，
混进党内，一贯耍弄反革命两面手段，大搞投机倒把，他还勾结地富，杀人害命，妄想变天，实属罪大恶极。县委决定立即将马志岳清除出党，和地主分子马小辫一道押送公安机关，依法严惩。坚决镇压反革命，坚决镇压反革命，无产阶级专政万岁，无产阶级专政万岁，毛主席万岁，毛主席万岁。同志们，别看我们抓住了个马小辫，挖出了个马志岳，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。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指引的道走下去，乌云就遮不住太阳，社会主义的东山雾就永远是大好春光的艳阳天。